选哪一张？清纯款跟妖艳款。但是这个也不算清纯啊。但是翻开来之后啊，调配。这个线这么直，我们只有看到那个线。老师，可以抱一下吗？可以啊。野生，就是要那种色色的感觉，不要太装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皮皮默默。今天的一个风光明媚的日子，我在高雄走中奖，快看一下我今天 OOTD。还不错吧，还不错吧。去年是一身白，今年就是全身黑。今年呢，我也有一个企划，大家都知道，我在上个礼拜出了我的主力，2024年转身到平行世界。那其实有一个非常困扰我的事情，就是我的桌历清写真的封面，不知道该选哪一张，就是这两张。非常非常的苦恼，我又不想要这样子草率了事，我很想要知道大家的想法，所以我决定我要来走中奖，问各位创作者应该要选哪一张，请他们投票，哪一个高票我就选它当作封面，是不是很棒？所以各位，你们的清写真封面命运就会交在这些创作者手上了。那我们待会第一位就先去问我最重要的母鸡们阿迪之奇 go。隆重介绍我的超级母鸡志奇，志奇今天太帅了，太帅了，我要向你看齐，因为我现在跟志奇那个就是体重差不多10公斤了。完了，完了，这真的有点完了，完了。好，没关系，尽管这么肉的我，还是出了写真集。哦，没错，所以我要给你写真集封面二选一，因为我选不出来。好，请。好来，妖艳款，可爱款。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。这期选了可爱款，这个很怪，我就看起来很怪啊，就是不太像你啊。但不能选上墙，就是要选男生会买的那个感。因为大家会买，就是因为是你啊。对啊，所以要像你嘛，合理。好像有点合理。OK， 那感谢我们志奇，真是宝贵的一票。那待会去问阿弟，好，看一下阿弟的答案会不会跟志奇一样。好，那我们第二位请到我的母鸡二号。嗯，好的，那这件事情呢超级重要，烦恼我超级久的，就是我2024的清写真封面。OK， 二选一，来。清纯款跟妖艳款，我肯定是投清纯款，但是这也不算清纯啊，这哪里清纯了？是妖艳款跟妖艳款的话，那我选妖艳款 B。妖艳款 B， 它不是，它是清纯款的。妖艳款 B， 可能这个有职业上面的，就觉得好像有点像空姐，或者是就比较贴近生活的感觉。这个没有耳朵的话，我可能会选它。原来如此，志奇也是选他哦，真的吗？股东都选这个了，那后面应该不用再看了吧？后面不用拍了，不用拍了。感谢阿弟，谢谢，宝贵的一票。OK， 那我们找到了超认真少年，平常很爱看正妹吗？当然，哦，身为直男频道。哦，对，没错，我这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，是希望你能帮我决定。受众啊 ，TA， 哎，你 TA， 好，来，这个是妖艳版的，我要跟可爱版，可爱版喜欢哪一个呢？我喜欢这个，我想抱你。妖艳版通常放在里面，会比较有惊喜感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就是原本说啊，这个清纯的，然后但是翻开来说啊，调配，就会啊，这样子会有惊喜。但是封面通常是男生第一眼看到会有冲动想要买的那一页。我觉得还是这个。超认真少年喜欢可爱型的。可爱。好的，感谢。没想到可爱型还蛮受欢迎的，怎么可能？那我们再找下一位。没想到可爱型的这么受欢迎，怎么可能呢？我原本以为绝对是妖艳型会得高票。哦，我觉得妖艳型它有一个在一个点上，我觉得刚好。但是一过去你就会觉得哎超过，但是一回来又觉得哎不够到位。所以刚才那样妖艳就是有点太妖艳了。如果我们以学术学理上的讲评来说，是，我觉得超过了一点点，就是没有让你原本这个可爱气质加分。等一下，我快被说服了，还是我们今天就访问到这边。男性频道，请相信我，就是夸男性。OK， 尽力。OK， 原来可爱型的凤男最欢迎。没错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再找下一位。OK， 那我们现在邀请到蛇丸还有香梨。OK 吧。OK， 蛇丸，你要看这个吗？还行。美丽的事物没有人不爱。对 ，OK， 因为像你，就知道他非常喜欢看真美。嗯，你为什么喜欢看真美？我也喜欢看美啊。对，好 ，OK， 来帮我选一下吧。好，来第一个妖艳型，第二个
清纯型。哦，再回去一下。来，哦，再回来。来，哦，我就妖艳型。对，我受控受控。哇，现在是还有瘦了。选妖艳型的，真的假的？选妖艳型。哟，选妖艳型。哇，感谢我们的蛇丸跟香菱，谢谢，这是超重要的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OK， 那我们请到了最帅型男，又来了一个帅哥。平常喜欢看什么？我老婆在右前方，你们看到她就知道我其实没有爱真的。我们看的都不是外表，跟他在一起就是要证明这一点。我不在乎外表。不要讲了，不要说了，太可怕了，我怕我在那边修罗场。第一个，妖艳型。哦。第二个，清纯型。哦。再看一次。来，妖艳型。再看一次。妖艳型，来，可以放大。来。对嘛，这样就对了，证明什么？男生都没有在看上。真的吗？这个线这么直，我们只有看到那个线。不是吗？我说实话的话，我会喜欢比较妖艳型，因为它比较媚。那如果说你清纯型的，那可能在里面的时候做一个变化，我觉得落差感就会很大。不是，这个讲解精细程度跟未来料理的时候一样啊。排盘可以让那一盘啊增加十倍的价钱。那我们感谢费的，那我们请到一个超级大咖黄明志。哇，掌声！这个超大任务绝对要交给你。我是这个很主观的这种事情。对，没错。那这个是第一张妖艳款，第二张是可爱款。二选一也有。二选一。我想看好多。很难选的这样。到时候你选的是你真的拿来用的。真的要拿来用，生杀大权就在你们手上了。我觉得这个比较有特色，比较有你的特色，而且比较看的比较多一点，因为你这个你看你仰角。然后而且那个胸型又看不到全部哦，原来这个应该说贪心一点，就贪心一点看到多一点，哇，而且他的个性也比较明显啊，就是比较阳光的吗？对，比较阳光一点。原来如此，现在呢我们超级钢铁直男都是真的都选这个，对。所以是不能看，但是都会补一句话，如果是写真集冲动要买的话是这个。没有了，这个也有了，都有了，都可以。个性，我是为他个，就比较看得出他的样子。好的，感谢。你要相信直男，因为是直男来买的。对呀，要相信。也是，不要看票数，看直男的票数才对。哦，没错没错。好的，感谢我们黄文志，秘密之一，跟我们同为实况主。没错，我会非常相信你的眼光，选择哪一种？我喜欢这个妖艳。对啊，所以现在都选妖艳。我会选择这一张。他选妖艳。绅士都会选第二张，对，但是看到第一张的封面才会买下去。大家好，我是表哥。喜欢看真名吗？非常喜欢。OK， 那交给你，完全没问题。妖艳。我们请一位真正选美皇后来了。阿里阿多，来找安妮。超漂亮的。Hello。因为我就学期间都是男生嘛，对我身边很多直男，我很了解直男心理，全台最了解。你好棒，这个非常有，毕竟当过男人嘛，对，非常有参考价值，没错，超棒的。好，来，听说有东西要选，没错，来了，第一个妖艳型，靠，第二个太辣了吧，可爱型，我这边可以推测，男生一定都选第一个，妖艳型吗？对，跟我们刚才的差很多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再剪掉。来再让真的是女性啊，真的，你选第二个，你选第二个。我觉得第一个比较有那个氛围感的，我觉得第一个就是，如果你在 IG 上面，然后你一看到这个封面，就很想点，我很吸睛，它是整个有那个氛围感，然后真的就是投入在那个角色之中，那个神情我很喜欢。天哪，男女内心大不同哎，真的，对，女生都选第一个，女生都选第一个，所以大家知道了吧？不要说我是死人妖了，对，哇，是个超正的妹子好吗 ？See you later， 可以抱一下吗？可以啊。这个我跟观众说，我是超级专业的。如果有在 follow 我前频道，你都知道，这种东西对我来说就是超级超级适合。哎，什么？你问什么其他人，什么阿弟，什么谁，那个都不中肯，他们拍这种东西，他们也不会买，对不对？对，真的是，对，这问我最中肯的。没错，阅妹无数的陈辉，来，我自己会选这一张啦。妖艳款，自己是比较没有到这么喜欢可爱的。哦，对对，我觉得这种的会比较让我有想要买的那种冲动。对对对对。对，那我们请到超正、超美、超辣 ZK 万年第一名，啾啾。哇，这个，哇，台长好差。
对，来妖艳款，写真，就是要那种色色的感觉，没错，啊，男生选可爱，男生选可爱，不要太装了，真的，还有叫热卖热卖，来了，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大大止痛，第一款妖艳款，第二款可爱款，我选这个。我觉得最好的卖比较好了，我自己直觉啊。止痛大大这样说，这感觉自己票可以横打其他票哎，怎么办？好的，感谢我们止痛大大，完了，完了。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最后一位重量级，最后一位太好了，没错，压轴剧本哟，这个票就非常的宝贵，会决定出我今年的着力封面究竟是哪一个。我有收藏去年，我那个是自己掏钱买，那本写真集非常的好用。我说好像是放在电脑前哦，哦，真的有在用，对，真的有在用，赶快去买。但我要妖艳款，妖艳款，第二款可爱款，第二款秒选，对，是不是第二款比较多？选第二款比较多。我喜欢第二款，但是还是要民主啦，民主。你要问那种，你要问猪哥型的，对，你要问猪哥型的。刚刚前面问那些男生都属于猪哥型的，猪哥型的，对不对？加成1.5倍，对。问那阿弟，对不对？那扣零点，因为阿弟不是我们的客群，好不好？我们的客群就是猪哥型的，对，像什么 Chip 啊、小雨吧，对，因为阿弟根本不会买。立方啊，对啊，他不会买。好的，那我们感谢 Chip 大。好的，那我们感谢以上十几位的访问者，很明显的。妖艳款取得高票哇！但是呢，很神奇的就是，其实还是蛮多男生会说哦，喜欢清纯款。但是呢，的确说喜欢清纯款的男生，都是可能看起来就是平常不会收集的。女生一致的都觉得是妖艳款，应该完全没有女生说喜欢可爱款，就是写真集就是要展现出自己平常不一样的一面吧。